了保障空间站的用电需求，问天实验舱上配置的大型柔性太阳翼单翼长度27米，有效发电面积约110平方米，可以保障空间站源源不断的能源输入。但驱动起这两幅柔性太阳翼在太空中流畅画圈，让它们可以全天候接收到来自太阳光的照射，并非易事。如果想象我们单手拿一把27米长的芭蕉扇，并以手腕为圆心做360度旋转，这就需要我们的手腕具有很强的承重能力和转动力量。而实验舱上的对日定向装置就相当于我们的手腕，它需要带动起138平方米、600公斤的太阳翼持续旋转，稳定对日。